得到白金唱片的乐队组合，请随便讲一些心中的感受。咁我觉得即系身为一队乐队啦，我觉得作歌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嚟嘅。佢就是 Danny 陈百强，有请。一生何求？曾妥协也试过苦斗。哎，小哥，呢度我两个月租金。两个月租金。照規矩嘛，生日嚟都唔停啊，封屋先停啊，唔緊要啊，報紙賣過啦，嚇，就係你哋原來 Beyond 啦，周慧敏啊最清楚啊。